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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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伙计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这次继续来探索这款手机游戏《茶叶蛋大冒险》。我们已经玩了70多个非常坑爹的关卡，现在来到了第三章。经过上几章那么多次的洗礼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已经习得了它的套路。第三章一共有多少关 ？Oh my god， 100关！我不相信它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，看看吧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要进门。等一下，我们重来，这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点的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那我叫根本的话，肯定就停不下来呀，换个名字不就好了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东西可以动。现在不可以动，我们往前的时候动它呢。这怎么玩啊？利用蛋的惯性。大跳台的完美落地。这边怎么有我的同类啊？你们好，你们在等着吃晚餐吗？晚餐叫做碎蛋清。不对呀，茶叶蛋是煮熟过的。我点它有什么用呢？我只听到了掌声。门呢？你们什么时候？钝角。原来他们是评委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才可以给我下一关的大门吗？我该点什么呢？Yes！ 你就一直钝角对吧？豆角，天降正义！哇！云彩拉大便，跳过去不就？哇，沾到就屎啊！沾到屎我就屎了，这怎么办？哇，大便杀手居然在天上飞了！我不清楚有的观众看没看过大便杀手。哇，他的量比那个大便杀手还要多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不过我掌握好规律的话，应该也没那么难。怎么还立在一起了呢？怎么扔得越来越快呀？美汁汁！我可以动它耶，看到没有？你好，它永远会朝我这个方向扔。游戏卡了，我摁住你啦！要不停的晃成这样，怎么出了个黑蛋啊？这是发霉了吗？完了，可是这一坨屎挡住了我的去路啊！俄罗斯方块，天哪！突然间看见色彩这么的鲜艳，钥匙在这个方块下面，旁边有一个钢箱，不对，被锁锁上了，我需要用钥匙去开，怎么弄？差点把我砸中。我会自动躲避。怎么给我卡到这边来了？然后呢，再来一个。No！ 钥匙，我不要你震到钥匙。这下糟了。停！这个时候 ，OK，Yes！ 关于地球的形状和邻居家导弹小鬼的故事，这关为什么这么简单？一定有鬼啊！我不想碰这个钥匙。什么鬼 ？No！ 你个扔屎的家伙又来了！我现在很生气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打你！他既然能从到右边到左边，为什么我也能？揍你！这真的可以揍他。
屁孩耶，勾者勾上者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听过这个成语啊。沙口脱险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它应该倒着读。沙口脱险，哎，这里有个鲨鱼，我真的要钓它吗？我走你。愿者上钩，我是不是我要钩他吧？来吧你。What？ 纳尼？我可不可以勾这个？哦，滑动解锁，我才不信呢！我不想滑动，只能滑一下看看。为什么有个锁屏呢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哎。我们迎来了一位挑战者，他能战胜我们的冠军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他是不是必定赢我？我可不可以跳到上面？哎，明明可以跳到上面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过？哦，这长按它就可以删除它。好怀念以前我买那个安卓手机。疯狂的独轮车，哎，为什么要怕他呢？他把我钥匙抢走了，冲冲冲！哎，我车胎怎么炸了？我自己给磨爆了吗？我现在没车了。哎，他会学着我吗？你往上跳好吗？咦，这个门为什么跟着他？这个玩意可以动，等一下，这东西本来可以动的。这个洞有什么用吗？是不是他骑那个会漏气的就没事？还是说我个人的？哦，果然。西部牛仔的对决，对手在哪里？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不敢，你是逃不掉的。马桶揣子，我想接受你的挑战，要数秒吗？我可以提前开枪吗？开提前枪可以吗？为什么你要戴个破墨镜？给我摘！哎，哦，没有镜子了吧？没有镜子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不看得更清晰了吗？为什么你数得比我快？哦，我懂了，墨镜。哎，亮瞎你的眼睛！拜拜。第80关，障眼法。No， 传送门，这一看就是假钥匙墙壁。What？ 沙口脱险二，沙雕踩鲨鱼，我这怎么过？哎，我刚才是怎么过的？我刚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？就一直往前冲。这个地方该怎么过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不用跳啊？这里，我这不是直接能走过去吗？我可以用它挡住鲨鱼。哎，拜拜，英雄登场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发射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快点拿枪就好了。发射！呜呜呜！不过，哎，这怎么还有大的 ？No！ 我加到枪之后立刻上去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打没完没了啊！不行，不能按照这个游戏正常的思路。他在骗我，他在误导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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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也没什么反应。 No Yes。 然后呢，我怎么样才能把它弄破？完了，游戏已经卡了。哎，我怎么纳尼，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它砸下来了。第三章一直有这个黑蛋子在捣鬼吗？自由飞翔，我是不是可以拽我的蛋？哎，不可以，不行啊，银钥匙不对，这两个能合成吗？都不可以。蛋蛋快起飞，怎么飞啊？哦，睡个好觉。这么多闹铃，你让我睡个好觉？等一下，我腿怎么这么痒？是不是有蚊子？不清楚，这怎么睡啊？ No！ 啊，有办法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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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完了，直接把那个音量停了不就好了吗？对吧 ？OK， 音乐停了。这也不行啊！闹铃可以动，哎。迎风而上，冲冲冲！没关系的，可以的。可是为什么阻力越来越大 ？No！ 啊！场景都可以整体往左移，搬砖吧，茶叶蛋。卸货区剩余一万，不要吧，我不要再搬砖了。搬完砖才能回家，剩余9999个，我可不干了，我可不干了。这一定不是这样玩的。哇哦，拜拜拜拜，工作完成可以回家了。哇，黄金矿工，这个我熟啊。耶，那个帽子可以给我戴吗？非常的炫，非常的简单，我需要吊这个门内。哦，我再把门吊上来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啊，这地方有锁，这么简单。哎，可是，哦，所以说这个门后面是什么另一个维度吗？但是我身上附加的东西全都带不走吗？可能我的智商也没有带走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喝奶茶的？来一杯柳橙冰茶，来一杯抹香绿茶，来一杯草莓鲜奶哟。谁给我撞打了？我也要排队吗？别插队啊！怎么搞啊？奶茶，奶茶，打烊了哦！把他门帘拉下来了，我再给他打开。你好，你是我的前任，你怎么开奶茶店了？算了，我们继续。超级大盖帽，篮球，哦，可以控制力度。No， 我要三分，怎么整？另外再去拿篮球吗？丢啊！气死我！能不能砸中他呀？我能不能砸中他？嗯，想逃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我进了一个，哇！我怎么赢的？我是刚才快速的又扔了一个球吗？我不懂，我连门都没进。早高峰现状。哎，你好，我要打卡，欢迎来到茶叶蛋大厦。欢迎来到茶叶蛋大厦。哦，上楼梯。黑社会呀、啊，怎么整？每一层楼都不一样啊，不会是你们三个人在这乔装吧？回不了，点呢？哦，这是地下吗？地下停车场。这怎么还有？怎么溜了？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游戏里面坐电梯。决斗，击剑杯，
这是我的圣剑嘛！砰！哎，还是枪好使啊，我后悔呢。哎，我有枪了，可是我怎么射击呢？来吧！炸膛了，这个枪都没学会怎么用。这个东西妙，从攻击距离上您就比我有优势。哦哦，这种枪有意义吗？40米大长刀啊！可是我都已经找到隐藏宝箱了，这是平底锅吗？可以挡住他的刀吗？纳尼？让我选啊！哦，我合成新的武器了，这是什么怪力？哇哦！这下你没我长了。洞穴探险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已经跟不上这个作者的思维了。阿拉登神钉，还有油灯、矿工、侦探，我不同的着装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东西飞来飞去啊？我怎么找不到门呢？这边有个什么？这边有个尖尖角，这是大便吗？大便石？不对劲啊，不对劲！阿拉丁神灯能带我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视野更小，不要吧？哎，这个不错哎。不过他肯定不是这么玩的。我为什么把帽子脱掉？这扇门就这样出现了。危险按钮下的秘密。No。只要有什么东西能帮我抵住这个门，我就可以了。果然是按钮下的秘密。女朋友想降温，哦，果然他，你怎么又卖冰糕了？哎，哪个是我女朋友？这个空调我能插上电，哎，我吹的是热风，呵呵，那怎么办？那吃冰糕吧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冰糕怎么掉地上了？什么鬼呀？哦，到中途我给自己吃没了，就剩个棍儿，是这意思吗？我需要用消防栓给我的这个冰棍降降温吗？不可以。哎，哦，我手上这是遥控器吗？变成冷风了，偶像计划。哦，兄弟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不要挡着我，我要过去。哎，我也变成偶像不就好了吗？信息量有点大。蛋蛋想吃寿司，我也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下选项了？坐下。哦，很棒很棒。哎，到我这里就没有份了。为什么？能不能来个四人份的寿司？哇，那个蛋是外星人吗？不要吧，我一口都吃不到。我有个办法，我只要不站在那上面不就 OK 了吗？我会被揍啊，这么暴力吗？哦，不碰到你们不就好了吗？耶，快吃啊，快吃！你为什么不拿？哎，就给我开关。哦，这个开关是干什么的？哎，这传送带的方向是被我手拨的改方向了吗？娘娘娘娘，那个开关屁用没有吗？灯神显灵，不要跑，灯神！摩擦灯，摩擦摩擦摩擦，怎么出来个乞丐？
乞丐能帮我实现什么愿望？这里没有我想要的钥匙，刷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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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有个这个钥匙能行吗？这啥破玩意儿吗？快出来，我再摩擦，再摩擦。没有没有，不要自行车啊，试试骑下车吧。发生什么？这车都是破的。你再出来，我是不是要选三次啊？哎，哇哦，这次是黄金版，会不会有金钥匙？这也没有金钥匙哦，有了，谢谢你，终于。拜拜、啊、刚才那个是一个贩灯的商人吧，我忘记那个故事怎么说的了。找到五个藏起来的蛋蛋，我不也是一个吗？哎，关卡上面有一个。你好你好，败者组什么鬼，我不要进去啊。这上面还有一个，我只能找到四个，而且这个还下不来了。门里有一个。啊，把它震下来。哦，要让他们都到笼子里面。哇，果然这游戏瞎点的话过关的概率能大一点。不是，我这不找到了五个蛋蛋了吗？这里有一个啊，他没进去。第一百关了，找到矿洞下的秘密。一个钥匙等于99999元，这可太值钱了，我们去挖矿吧。100块不能再多了，这怎么遇到个商人？直接卖出还是清理一下？清理一下呢？16不能再多了，你怎么还降到16了？有你这么降价的吗？你那个什么，你撅个屁的嘴啊！10块不叫好东西，7块我收了，100块钱的东西你讲价讲到7块钱，我怎么清理成了一瓶矿泉水啊？哎，我们重来，我直接买了，哎，卖了，哎，怎么砍不出来矿了？我直接卖，这才50金币啊，不够啊。我说要多砍几下，我能。哎，我把那气球拿走了。哇哦！天哪，第三章我们也通了，我们就差第四章了。哇，第四章一共也30关。那么，我是鲤鱼，下期视频。晚安，会见你，记住保持微笑。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